今天先给今天暂时的八五折第一天嘛，真是真的要看一下购物车里有什么。我现在购物车里超清凉的，那我要从我的开始了。而且没有几乎没有美妆，有啊、哦，我有好多东西。哇，你好棒，从你开始。哈哈，我就是你要录屏了，你会录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好难啊，很好录的。可是为什么我每次都断掉呢？有用吗？小的30毫升的皇后水，然后就是皇后水，然后我的眼霜没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Believe 的那个 Moisturizing Balm Eye Balm， 然后一个那个卸妆油是那个 Biosense， 就是在美国这边好像有一些博主推荐的一个 Cleansing Oil， 然后就是 Well Cap 的，就是那个擦眼镜的那个纸嘛，就是我们不是经常推荐，我又买了两个。然后买了一个Jack Black 的你好紧张，防晒霜，紧张啥子？防晒霜是给我，不过是我给我爸爸买的。然后还有一个 Clarence 的那个唇油，也是那个 Red Berry 那个颜色，是以前就是有的，用完了，然后就补了一个。然后有一个 Urban Decay 的 All Nighter 的那个 Setting Spray 的 Mini 的 ，Travel 的时候 you know。然后一个 Jack Black 的 Facial Cleanser 也是给我爸爸，然后一个 Well Kept 的那个啊，然后还有一个 Sunday Riley 的 Water Cream 那个面霜，一个 Lancome 的眼线，就没了。Yeah， 是。首先是一个 Sarah 的一支唇线笔，是一个红色的，我之前买了一个透明色，这次要买一个正红色，因为发现有的时候需要一根唇线笔，比如今天。但是我之前没有。然后第二个是 RMS 的一个 concealer， 就是之前你有买过，然后我在考虑睡觉不要买，然后色号是11号嘛。然后一个 Sara 的一个盒，就是眼影盒，腮红盒，之前有眼影腮红但是没有盒。然后我之前给你转过来是因为这边久了。然后一个沙茶娟的那个 scalp 的 shampoo， 然后今天沙茶娟已经那个下单了一个那个conditioner， 因为我是没有了，真的是没有了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真的是我这么好买，就一个迪奥的高光，然后是那个 pink glow， 是偏粉的那种偏粉蓝光冷光的那个，然后一个是 Sarah 的一个最小号的眼影刷，我也不确定，我觉得购物车会变化很大的，是怎么办？没了，一会儿就去了，没有了。